拉的时候它是这个样子，到这边的时候我的筋往这走，你看有没有？嗯，你看听不懂？两仪之术，两仪之术最明显的就是这个，它的架势最明显。你刚才问，你刚才问的那个，从这边是一样，一落胯也是腰，也是腰啊、哦，也是腰上面，你看，也是腰。两边拉到这边啊，走了，放到这边，再拉，从这边拉，拉起来啊，来吧，从胯到腰到肩到手啊。我问那个比较肤浅的问题，像我问的是右，那你这个动作就是这样子用的。两仪之术不讲这个了。我知道，我说就是两仪之术不讲用的嘛，但是我说用通常的语速来理解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用的，就是我面对他这个，不是同时用，是一前一后的关系。对，因为这种侧身的出掌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出人意料之外。不是，是我这个手，我这个手在这嘛，是不是？我这个手在这边，你看到的是你没看到这个，可是这个手我是出的，我不是手出，我在这边一出，身体一偏，晓得吗？身体一偏，所以为什么要侧？所以它不是同时的概念，不是，它是他讲的，对，它所有的偏身都是从正来，身体一偏，手就到了，听不懂？那它有摔的概念吗？啊，它有摔的概念，你要摔就可以摔啊，这个怎么摔？它只是一个力嘛，是不是？我不要插喉呢，我是插，我是这样走的。哦，直接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走这边是一个嘛，这边差一点是一个，我走这边是另外一个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从前面的话，正面一侧身拳就到了，一侧身就到了，看不懂？所以偏身非常快。一般的人他不防这种，一般的拳里面这种打法也比较少，一般都是在正面嘛，是不是？他是正面啪一侧面啊，一偏就到了，不要用手，用偏身那个，哦，要身法，对。好。